大家好，我是杨一米。春茶那段时间我卖了一款红茶叫做黄金螺，卖得非常的好的。你们听这个黄金螺这个茶叶名字是不是感觉非常的霸气，然后感觉价格非常的昂贵？其实这款茶叶价格并不贵的，就是200左右的口粮茶。这款茶不仅这个品相好看，而且泡出来的口感还有这个茶汤都是非常漂亮的。现在也只剩下几时间了，我现在拿点这个茶叶给你们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茶叶到底怎么样。我拿这个来装一点给你们看一下。现在也只剩下这一袋了，我现在打开来给你们看一下，是不是非常的漂亮，一个个的像个小田螺一样，所以这款叫做黄金螺。这款现在我拿去泡一点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我们放点这个茶进去，用这个高杯烫给你们看更加的清楚一点。等它这个泡开也是需要十多秒左右的啊。这样子看可以看得清楚那些毫毛吗？我用灯光来照，看里面的茶毫非常非常多的，只有春茶这个茶毫才是这样子的，有茶毫才证明这款茶的品质，才证明这个是春茶。看这个茶汤非常的漂亮的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茶汤。这款茶茶汤非常的干净明亮的，然后口感的话是入口绵密润滑，这个款是蜜香型的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汤色是金黄金黄的，可以看一下这款的芽头非常的粗壮饱满的，而且这款的话是非常的耐泡的。像这款这个汤色非常的透亮金黄，像这个用来自己收藏喝或者是送人都是非常有面子的。这款入口非常的绵密柔和，蜜香型的，这款非常的耐泡。像这个茶的话是金黄金黄的，所以就叫做黄金螺，听着这个名字就非常的霸气。这款用来送礼的话也是非常上档次的，这个条形也是非常的好看的。如果你们有喜欢喝红茶的朋友，就是喜欢那些口感比较好喝的那些红茶的话，我是推荐这款给你们的。这款名字好听，条形好看，口感也是非常好的。这款主要的话价格也是非常的漂亮，也就200左右，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口粮茶来自己收藏着喝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一米视频的朋友点个关注，点个超级赞哦。